欢迎收看本周的聚焦新世界。今天节目一开始带你来看很多人爱喝的牛奶。过去很多人认为多喝牛奶可以补钙，不但能够帮助孩童长高，还能预防骨质疏松。但是哈佛大学提出了一项调查报告，发现到如果乳制品摄取过多，会升高死亡风险以及增加罹患癌症的几率，尤其有肠胃道疾病的朋友特别要当心。热腾腾起司卷啊卷，包覆整块竹乐牌，长长纤丝令人口水直流，想来杯手摇饮，上层淋点奶盖更加浓郁，甚至连吃火锅牛奶锅底也是热门选项。乳制品充斥生活当中，因为普遍认为多多摄取可以补钙，帮助长高，还能预防骨质疏松，但事实上乳制品暗藏高度的健康风险。如果说摄取过多的话，其实是造成你的血脂是更难控制的，有乳糖不耐甚至肠胃道容易胀气的人，那其实就要酌量的摄取，甚至就不要摄取这样子。牛奶这样的东西，你要把它当成是在吃脂肪。您以为喝的是钙质，同时却吞下一口口浓郁脂肪。2019年，哈佛大学提出一项调查报告，每天少量喝牛奶虽有益健康，但如果过量，像是全脂牛奶超过两杯，死亡风险就会开始提高。另外，帕金森氏症以及卵巢癌、射护腺癌都会升高罹患几率。奶类哈，它都是那些动物，不管是牛啊或是羊啊，他们要哺育他们的小朋友，所以说过量摄取的话，那可能造成一些癌症的生成，那这个就不得而知。不仅牛奶得控制摄取量，生活周遭的各式乳制品也潜藏危机。我们实际到卖场探查，从鲜乳到 cheese 乳酪，还有优格优酪乳，光冷藏区就得绕好几圈，更别说是乳酪蛋糕、cheese 条等其他加工品。这些东西如果吃错，反倒会造成身体极大负担。今天买到的是加工的那种 cheese， 它都会加了很多的一个无机磷的一个添加物，那这样的一个添加物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钙吸收，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补钙效果。架上琳琅满目、各种形状、颜色深浅的 cheese 该怎么选？翻开成分表看清楚，像是这款里面就有磷酸钠、多磷酸钠等，大量无机磷，人体吸收率达100%，不但会阻碍钙吸收，吃多还对肾脏有危害。单吃乳酪或 cheese 就觉得它的咸度是很够的，所以当盐过量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钙吸收。那这要注意说，甚至是钙排出量会增加。同样得注意添加物的还有乳酪蛋糕以及 cheese 条，有些外形看似简单，却加了满满的化学物质。而常被视为减肥圣品的优格优酪乳也要当心，是否加了鲜奶油或过量乳脂肪来增加口感，调味含糖量高也会吃下过多热量，若不慎选反倒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这些都是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来源，那你就尽量要避免大量摄取这些奶类的时候，那其实是为这些那个血管慢慢去增加它们动脉粥状的变化的风险，那就会慢慢去影响你的脑血管和心血管，然后造成你进一步整体中风啊，或者心肌梗塞的风险的。不仅乳制品可能经过加工，市面上还有不少商品外形名称容易让人混淆，像是奶精、美乃滋，主要成分都是植物油，而奶油则有80%是乳脂肪，丝毫没有牛奶的营养成分，对人体都是负担。专家也建议，若担心缺钙，除了适量牛奶之外，也可以从其他食物来补充，像是小鱼干和芝麻，多样性饮食才能降低风险，并摄取更均衡的营养素。调查中心文彦君、曾玉馨采访报道。近年来，植牙的风气盛行，但市面上的费用价格从一根3万元到15万都有，价差相当大，手术的品质也参差不齐，导致有越来越多的植牙孤儿因为手术失败而求助无门。植牙除了考虑价格以外，在决定进行手术前，究竟还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继续带您关心。那整个都是钢钉在上面，植个牙却惨遭贯穿口鼻，喝水还会从鼻孔流出，让冯先生气得对诊所提告。
除了二阶手术是你做的以外，几乎大部分都是另外一个。也有民众植完牙后牙龈流血萎缩，追查才发现替他施作的竟是无牌牙医。医改会曾统计，过去每年平均牙科申诉案中，植牙就占了37%，而台面下更有不少受害者在暗夜里舔舐伤口。对啊，那时候就像孤儿一样，就是在房间有很多这种植牙孤儿啊。新竹的陈先生2年前以1颗50,000元进行植牙，原以为捡到便宜，却使他噩梦开始。因为有摇晃，摇晃就有缝隙嘛，有缝隙的话就是会卡的一些菜渣，食物在上面就是细菌就会发炎。一年内，他回到诊间无数次，只是不但没改善，发炎情形越发严重。当他终于警觉，到大医院求救，才知道事情大条。这个裂缝就是 X 光看得出来，就是在植体中间有个裂线。X 光一照，人工牙根的中间有条长长裂缝，再加上骨槽齿流失，他等于白花了冤枉钱，还痛苦受罪。那时候我在走到台北街头，是眼泪快流下来，你知道，就是走到这样子，花那么多钱，然后最后要拔掉这样子。这次你看失败很好，你看差很多，很明显啊。这是另一个可怕的案例。2014年 ，Andy 听信牙医建议植了3颗牙，其中2颗出现大问题。从 X 光片看出，中间那根植体因为过长，直接刺穿鼻窦；另一只则是整根植歪，钻到旁边健康牙根。他的身心受到重创，却又求助无门。角度问题，我就算了，他是专业的。接出来之后，果然他不断的开始流血。Andy 花了2年时间四处求医，也让他久病成良医，决定将心路历程写下来，提醒大家植牙的安全问题。先打开。这是台北市一家老牌牙医诊所，李医师正将人工牙根植入病人齿槽骨，就是在骨头里面，你看到吗？刚好在骨头里面。医师术后向我们解释，这些植牙配件器具相当复杂，而且各家厂牌都不一样，医师的经验和技术往往决定成败。植体它的螺纹、它的螺距、里面的内六角，它都有专利。你看它里面卡了那么多东西。植牙技术已经发展几十年，总计国内外大约有200多个植体品牌，每个厂牌规格、零件甚至操作手法都不尽相同，市面上价格更是混乱，从1颗30,000元到130,000都有，价差超过4倍。我们究竟得如何选择才能避免踩到雷区？你不要选太小众的牌子，你尽量就是大方向。你世界级的品牌，你是全世界通用的东西，你如果说要维修，你当然比较容易找到嘛。很多植体的这些很传统的大品牌，他们其实都做了很多年的研究，然后做了很多年的追踪报告，我想那个成本是会比较高的。近几年因为植牙当道，也出现不少植牙孤儿，手术发生问题却面临植体厂商倒闭、牙医诊所歇业或是牙医师离职等等。医师提醒，成功的植牙可以安全耐用，但一不小心很可能造成永久伤害。植体它放进去，它没有神经血管了嘛，它是靠骨头去跟它做结合，做了一个骨整合，所以你照理讲是没有感觉的，可是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植牙毕竟属于高价自费的侵入性手术，慎选有信誉的医师和植体厂牌，并勤加保养，才能让植体安全耐用，重拾口腔健康。调查中心温彦君、吴依林、曾玉馨采访报道。市面上有许多真空包装食品，他们标榜着可供即食，但其实当中隐含着很可怕的病菌，那就是肉毒杆菌。肉毒杆菌是目前已知道毒性最强的生物毒素，纯化后1公克可以杀死700万人，而它是如何威胁我们的食安？接下来这则报道荣获了今年的消费者权益报道奖特优奖，一起来看看。新冠检验报告显示，4名死者可能是肉毒杆菌中毒致死。
但这种结果亲友没办法相信。两对夫妻中毒送医，急救无效身亡，这一起四死命案震惊全台，死者身上都验出肉毒杆菌。现场就带三包回去做化验哦。这一次肇祸的是大溪豆干，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国内就发生肉毒杆菌夺命事件。这只细菌之所以可怕，因为它可以阻断神经传导，瘫痪肌肉组织，纯化后仅需一公克就能造成700万人死亡，是目前已知最剧烈的食物毒品，甚至被作为生化武器。花粉里面会带有孢子，所以蜂蜜里面会有肉毒杆菌的孢子，因而吃下去以后，它肠道表面的这个微生物还没有非常健全，所以肉毒杆菌很容易在肠道里面生长。肉毒杆菌致命风险除了常见的婴儿蜂蜜中毒，有伤口的皮肤受到感染会造成创伤性中毒，而最令人担心的是真空食品。我教食品加工学，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有一半以上的章节都是在教如何抑制肉毒杆菌的生长，因为这只细菌太毒了。肉毒杆菌适合的生长环境温度25到42度，酸碱值 pH 4.6 到 pH 9。特别的是，一般细菌喜爱氧气，偏偏肉毒杆菌在真空状态里反而异常活跃。就是说真空包装对一些厌氧菌它就无能为力，所以说万一有肉毒杆菌中毒的话，那就很危险。这一天我们来到一家知名卤味，户外温度大约34度，眼前的各式卤味直接封装成真空包，强调安全又卫生。这个又加了吗？没有，这样就可以吃了。真空卤味老板说没加防腐剂，甚至有的还可以当场点菜现场包装，只是以专家观点来看暗藏极大风险。你今天订的话我就在现场买的，那你应该订上多久？因为如果你现在订的话有冻起来的话，就是半天是一天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有风险了。怎么说？第一个，它没有任何标示，好不好？所以他也没有告诉你怎么样正确来使用，就是你在路边摊，它等于是现煮的，马上烫过的，这是对于肉毒杆菌的毒素，你已经将它破坏掉，在当下吃你不用担心，好吧？但是它会有孢子，会有。目前真空食品制程没有强制规范，完全仰赖业者自我控管。大厂牌食品公司知道危险性，会先高温杀菌，再以适量防腐剂抑制细菌生长。但摊贩小吃如果也要做真空包装，千万注意温度控制。因为我们都说，你只要加热完整之后，所有的微生物，不管是什么病毒、细菌，那些都被杀死掉。真空包装食品最怕的就是肉毒杆菌，市面上不少产品会特别注明非攻即食，应充分加热，就是避免将细菌吃下肚。反观部分业者毫无警示，还标榜开封就可以食用，无疑是埋下食安地雷，不可不防。东森新闻综合报道。食药署最近也针对蜂蜜公布了，如果包装的标示不实，最高会开罚400万，以杜绝人工蜂蜜以假乱真的情况。因为如果真的吃到了人工蜂蜜，它里面的化学添加物很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究竟消费者该如何的辨别真假蜂蜜？接下来的报道呢，同样是得奖作品，我们继续带您关心。某间大卖场陈架上各厂牌蜂蜜，成分都只标示单一项蜂蜜。产业学界曾合作检验卖场蜂蜜，竟然有75%掺假，消费者浑然不知情。食药署为杜绝假蜂蜜充斥，针对包装蜂蜜及糖浆产品修改最新规范，以蜂蜜含量区分三大类：纯蜂蜜、加糖蜂蜜和蜂蜜口味。台湾的蜂蜜的需求量估计大概一年要12000多公吨，
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尤其这几年蜂蜜的产量确实有减少。国产蜂蜜年产值约20到30亿，但近几年出现产量锐减。七月仲夏，我们来到台北三芝的养蜂场，跟着第三代接班人简武彦一起探究蜂蜜的奥秘。实验动作正经密封，方便我们观察。拉起一块蜂片，用手轻轻拨开蜂蜡，香醇蜂蜜顺流而下，在阳光下格外闪耀，被养蜂人视为液态黄金。天然的蜂蜜就是会有果酸，所以它喝吃起来会有点微微酸味，还是正常的。天然蜂蜜的酸和蜜蜂采集的花种有关，蜜蜂必须生长在无农药区，它会在半径3公里范围进行采集，反潮后吐出花蜜，透过唾液混合把蔗糖转化成葡萄糖跟果糖，最后形成蜂蜜。一只蜜蜂一生最多创造1克蜂蜜，一个蜂箱平均3万只，繁衍生殖的任务全靠这只蜂后。啊，这边，哎，这一只，这一只，哎，这是腹部比较大，就是蜂王。蜂后腹部大，体型长，交配后一天产1500个卵，从卵到幼虫再到化蛹，最后演变成虫的时间大约24天。但地球暖化、极端气候、捣乱花期，蜜蜂没食物吃，极热极冷的温度也影响蜂后生育进度。天气越热，外面食物越缺乏，蜂王它会停止产卵。它的蜂巢是蜡做的，它熔点其实很低，你天气太热，蜂巢它也不易去筑巢。因为今年我们龙眼开花有开花，可是太干旱，很多地区是采收不到龙眼蜜的。产量减少，但市场没有因此萎缩，不肖业者动起歪脑筋，以人工合成添加糖、糖浆、糖蜜、染料、增稠剂、香料、色素，人工制造却标示纯蜜，带来的伤害却是不可逆的心血管疾病。人造蜂蜜这个部分是等于是纯果糖，那所以说你在摄取这些纯果糖的时候，其实你是更容易造成你身体的肥胖，因为果糖是人体最容易储存的一种糖类。肥胖其实就是我们的代谢症候群嘛，你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喝喝看，哪一瓶是真的，哪一瓶是假的？我觉得味道这杯比较好闻，然后喝起来也比较好喝。不是香甜就是真蜂蜜，连记者都掉入陷阱。专家说外观就能判别，真蜜带有花粉叫混浊，假蜜清澈明亮。真的蜂蜜摇起来，它泡泡会像啤酒一样比较细，不容易消失。那假蜂蜜可以看它摇一摇，它泡泡很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不见。买蜂蜜尽量挑选玻璃罐装，容易判别色泽浓稠度，选择有国家认证标章和产销履历证明，才能食用安心好风味。东森新闻杨尚仁、萧涵综合报道。网络现在是青少年接受资讯的主要管道，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网红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言行出现了偏差，而且吸毒或是黑道也加入直播，这个乱象层出不穷。在国外呢，已经有立法将网络纳入管理，可是在台湾目前却依旧是无法可管。有专家就特别点名和网络传播相关的主管机关 NCC 和数发部，应该要赶快想一下要如何来管理网络乱象。那我的确在今年国外跟台湾呢都有吸食过大麻，也有持有少量的大麻之用。2019年连前一掀起直播主之乱，此后网红染黑染毒违法事件频传，还有更多脱序行径。凤梨为了好友控诉保姆虐婴，结果是乌龙一场，还被揭穿曾是诈骗集团。实况主 Toys 贩毒一审遭判刑，却还继续在网络上开直播，网红快速崛起，名利双收，握有话语权跟影响力。但直播镜头前的言行举止有没有受到规范？现在观众的口味越来越重，过去小辣就可以，后来慢慢变成中辣，现在变成
大辣，大家才会有感觉。好，所以口味越来越重。那因为我们相关法规啊，比如说广电法这些都无法基于网络媒体，网络言行目前无法可管，加上自媒体市场饱和，为了增加曝光度跟流量，有些网红会用争议性的话题或表演好吸引广告跟粉丝打赏，造就网红乱象层出不穷。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会导致非常多人去做所谓的这个超短线啊、超捷径，那这样一个致富的结果，当然最后中的结果受害的还是一般的民众，或是我们常讲说可能他是穷了粉丝富了自己吧。根据统计，将近四成中学生将网络当成吸收讯息的主要管道，有四分之一青少年许下未来愿景是当网红或 YouTuber， 认为轻松赚、门槛低又有机会出名。Hello， 大家好，今天呢要来介绍呢我身上的这一套比较率性的服装。她是小玉儿，原本做网拍，后来转行变直播主，现在则是经营自媒体，脸书有14万追踪者，知名度累积高声量是长期耕耘结果。打开平台后端大数据演算，订阅人数、观看时数宛如残酷舞台，决定 YouTuber 声量大小还有收益。直播收益啊，观众打赏 这方面这应该是占大多数。那像 FBIG 直播的这种打赏机制应该是很非常少。网红主要收入除了靠流量点阅率可以分润，另外还有靠团购带货以及业配，再跟厂商谈抽成，知名度高的可以接代言或商演。在网络世界良莠不齐，国外早有针对网络平台设下管理机制，像是德国的社交网络强制法，还有英国也立法，都将网络纳入规范，就连脸书、推特、 IG 等等都得遵守。而台湾面对媒体形态转变，法规依旧牛步，网红乱象从没停过。这样的乱象我想不是存在第一天第二天，已经行之有年了。那我想其实一些，我真的强烈的呼吁一些主管机关，尤其是所谓的 NCC 乃至于这两年成立的数位部，我真的觉得可以多做一点事情。好，因为数位部其实这个东西我相信它高度跟网络内容绝对是有关的。只要一只手机、一台电脑，人人都有机会成名，但取得名利同时也代表肩负起相对社会责任，民众更要辨别其中良莠，而非盲目吹捧跟风，才不致沦为网红蹭流量的牺牲品。电视中心记者王国林、黄淑伟报道。感谢您收看本周的聚焦新世界，我是何荣，祝您平安，我们下周见。